哎，这样，就这么。突然插不上话了，曾曾，叹气了，是不是还可以？好嘞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他一直在看。小心切到手。好像突然缩到好小，在角落里面。果然抢着拿行李没用。没用，都是一样的。不是一样又怎么样呢？你们不用那么容易吧？理智一点。但是你看，刚到一个环境，陌生的环境，突然觉得找到同类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很不理智。哎，你给我感性一点行不行啊？哎，你知道我那天坐飞机啊，我前面那个座位他就坐错位置，然后有进来的人，哎，小姐不好意思，你坐到我位置。然后他们两个说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然后他们两个人竟然名字是一模一样。怎么会？一模一样，这个就很值得惊讶。对，然后我当下我说，如果是我就会想跟他留电话，因为我觉得好。对，这个是真的必须，这个就不是小动物这么简单了。来了，听到车声了。哇哦！哇！张晶，哦，就是我有兴趣的那个性感小鱼，身材很好的感觉。有点像美人鱼。这是先开门再敲门，怎么这么可爱？嗨，有人吗？哎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吗？有人来了，另外一个美女。哎，真有人来。哎 ，hello。Hello。哇，好漂亮。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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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箱子放在这儿吗？对，先放吧。好的。包放哪？沙发吧，我那在研究做饭。你吃饭了吗？我还没。OK， 来，我威廉很有远见。叫什么呀？我叫张金，黄脸金，你可以叫我张好运。张好运，嗯哼，张好运。哎，我已经有点喜欢这个女生了，好 bright， 嗯，很明亮的。好运。对啊，你上来就是做饭吗？我在做饭，做饿了。这已经涉及到我的盲区了。哦，终于有不会做饭的人吗？好像那女孩也不太会。另外一个，我可以帮忙，可以打下手。不用了，大家已经打得差不多了，没关系。这我来上门给大家做个饭，我就。他是我们请了上门厨，刚到不久，一会儿就。我感觉羚羊现在一点士气都没有了。给你介绍一下，我叫依依。好，大名翻译呢？好，依依，可以叫我好运，大家。好运，好运 ，Good luck， 好运。真名叫张金，红领巾的金。哦，好记啊，好运。嗯，哎呦，这个眼神啊，什么意思？喜欢啦？哎，哇哦！哇，这个眼神，
我叫王凯志，他叫威廉。好，王凯志。好，我叫曾昭浩。OK， 好。凯志，昭浩。哎，你是哪个动物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是重复的。你那里面有几只兔子？一只。叫什么呀？叫天真什么？北极兔。不是北极，不是北极，它是天真什么兔？那就是我。我记得我也是天真。抢姐妹的 IP， 你这叫。好嘞，好嘞，姐们。哇哦。好嘞。依依性格很飒。他是一个直接的人。我是鱼。哦，你是那个鱼，你是那个31岁的鱼。感性小鱼。31岁啊。我37岁。啊。我也37岁。你也37岁，你也37岁，他俩还有点不敢相信，怎么感觉已经对上了？真的，你本命年吗？对，你也属兔的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，不会我最大吧？不是，我属鼠的，一窝子兔子，一窝兔。我来倒一下这个，别烫到你。你是双鱼座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是小鱼。对对对。那我们两个应该岁数现在差不多，我也是双鱼座。你也是双鱼。啊。我们现在小屋里面已经有两位男士，一位就是憨憨一点，然后另外一位呢，就是真的就像小羚羊的感觉。威廉在一个初见面的时候会相对的拘谨一些。我觉得如果我也进去这个小屋的话，我会比较想要有真真这样的人，就带开一个话题，不然会觉得很尴尬。所以我觉得男生如果能有这样子会更好。嗯，我是比较喜欢一开始高冷，然后熟了以后很主动的男生。嗯，如果他们俩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一开始会先跟曾曾玩得很好。但是就是肯定就是朋友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也是这种感觉。我明白，抢着拿行李箱也没有用。是的，嗯，我觉得好运感觉比较松一点，嗯，感觉他没有那两个男生紧张。啊，我觉得好运姐姐她可能刚刚看起来有点平静，但只是因为她没有说出来，对，她只是在观察别人，偏观察类的。对。应该是说他的外在表现得很好，可是他内心是很波动的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子。对，小鱼是这个样子的。小鱼的性格就是会特别的感性，然后情绪波动会比较大，所以他会有一些小动作什么的。其实我蛮好奇男生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会更倾向见到怎么样的女生。我比较喜欢就是来跟我主动，因为我和那个曾哥是一样的，都是小羊嘛，就是那种你想主动但到了一个点呢就是尬住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就是哦，你来跟我主动，我会觉得就是哦，你 OK， 有来有往。对对对，羚羊是这样的，他有一点点外向但不多。有但是不多。但是不多。他可以尝试性的主动。旭哥你觉得嘞？我觉得你刚刚那样就特别好，就是你走到我面前那个让我哦，紧张吗？紧张吗？紧张吗？还好。这个超好玩，怕他太投入。放心，我们都在。看到你好不习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记忆是我小时候。就是因为真的常常都会看到你，就会觉得回到小时候。那我们是好久不见。因为可能就是担心他会比较紧张一些，所以我就想说我先过去好了，让他感觉就是在这
个空间可以有一个比较放松或放心的人吧。对，所以旭哥你是可以会更加接受稍微主动一点，特别喜欢哦，因为这种感觉会让自己很有安全感。哦，那就很刚好，就是你一开始停了非常多秒没有给我反应，但是我没有选择离开，我非常坚定，我是坚定狼王。谁来了？哟，再一个女生。来了来了，侯姐。你看她的笑脸真的是好讨喜哦，穿的也很自在。601，没人。Hello，Hello，你好，我是新来的，我叫。因为笑起来都很阳光。我叫侯思义，叫我小猴就行。我叫依依。他一直在笑哎。Hello， 你们已经进来了是吗？对，你再来晚两天我们就回去了。爱开玩笑。你把行李先放这儿吧。Hello， 你们在做晚饭吗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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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侯思义，叫我小猴就行。Hello，Hello，我可以叫我好运。好运金，红领巾的巾。好的。他非常主动，他跟每个人都自己先自我介绍。要帮忙吗？没事。可爱呀、哦。姐们上，别说了。哎，你们是做什么类型工作的？我现在，抢答老师。我是互联网女工，做互联网运营的。哦。哇。运营，写代码。可以理解为。工厂里给饼干扎窟窿眼的那种，什么东西？没听清。给什么扎窟窿眼？工厂里给饼干扎窟窿眼。啊！我虽然没听懂啥意思，但我觉得挺可爱的。我是九岛的。天哪！我那个动作。把大家都逗笑了，你懂，懂，没关系，很厉害呀。你们房间在哪儿接水呀、啊？那儿，啊、哦，那儿是饮水机。OK。那有可爱的杯子，可爱的杯子。你们能吃辣吗？嗯，可以。他应该很爱吃辣吧？我也超级能吃辣。你是哪儿人啊？我是河北人，但是我特别能吃辣，真的。哦。就目前长这么大，还没有人比我能吃辣。这也就有点，这他就不服了。这就有点儿。真的挑战一下吧。我是四川人呢。四川人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。不把谁辣翻，那也不错啊。他们两个笑起来真的好像哦。对啊、嗯，他们两个这样看有点搭，对不对？很搭。哇哦！
好浪漫。一起逛咯。我怕被你夹着。进去吧，你别出来了。他现在觉得他跟珍珍好配，不要一开始就那么配好不好？哎，我吓我一跳。啊，真的给人家关里面，他走了，好可爱。白天鹅是有一点社牛在身上的。我社牛起来，我觉得我贼牛。如果我在生活当中碰见他的话，我会想跟他贴贴。对，真的很可爱。哎呀，咱们还有一位帅哥，什么时候来呀？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个哈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猴哥，猴哥来了。他是穿的蛮运动的，我蛮喜欢男生这样穿的。哦，那他侧脸好看哎。觉得好小啊，年纪。哇，里面已经是对。天哪，就我遇到这个时候，我也会有点尴尬。对，大家都已经玩得这么好。对。他好小心翼翼的感觉。对呀、啊。就进入吧。我感觉小猴长得好像武艺啊。那你在国贸那边上班吗？对，我在对对。嗯。Hello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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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你好白呀、啊。哇。哇，这个眼神。真的，他眼神在发光。Hello Hello Hello 哥们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好，这么帅。你这是，你这是太帅，硬汉。对对对。吃饭了吗？那我去叫他吃饭。我去喊他。哎呦，波浪鼓。波浪鼓，你好会比喻哦。我跟你一块去吧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男生在一块相处了。挺可爱的。好了，三个男人了。那我看你们好像。我们俩健身教练，那不是，我也没练得没那么好，谦虚，啊，我也练足球，我也练体育，啊，我是足球运动员，啊，但是我不是职业的，啊，不，那你现在呢？我现在是学生，还在上大学，学生，等一下，你应该不是零零后吧？嗯，差一点，啊，你是99的，零零后。99的，漂亮，
漂亮，差不多。猴哥也是眼里有活儿。你从哪过来的？我从海淀过来的，从学校里面过来。你在哪上的学？北大。北大？哇！北大的，好厉害哦！北大，北大，真的是一声比一声大。我对你肃然起敬的。还有一位。小朋友，他说小朋友来了，哦也来了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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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刚被锁厕所里了，不好意思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哎呦，哎这个好可爱，嗨，救命啊！好可爱，救命啊！依依，我门打不开，啊，我从外面拧一下，你不要动啊。还好他来的正是时候。你可以，我真无语了，我笑死了。这样子距离一下就拉近了，几个姐妹。哎哇！我眼崩了，真的，马上了，马上结束了。我都围着他眼睛了，不围着你了。不会就只有他会煮饭吧，太惨了。兔子的执行力还是挺强的，看只有我们北极兔一直在做饭。对不起啊、女工或者对不起因为我刚才想了好久。哎，这有。你叫什么？我叫侯思怡，叫我小猴就行。侯思怡，等一下，你叫小猴吗？来了来了。我姓侯，我叫侯思怡，叫我小猴就行。我也姓侯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叫？好巧，真的是猴猴啊！我叫猴哥。猴哥，好的。小猴。猴哥小猴，乱了辈分了。小猴小猴。哎，我们拿的那个海报就是猴哥嘛，我为猴哥举大旗就对上了。对，叫猴哥。你是哪年的？你猜喽。我猜你是99的。我是00的。啊！我感觉他受到10000点伤害。这应该能把它变成滋的吧？这样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小猴。小猴，你是依依。猴猴小猴，嗯，那个是猴哥。我是猴哥。他也姓猴。你也姓猴，你们俩一个姓。对。对。你们俩是一家人吗？这个问题问到我了。哇，刚见面开这种玩笑会心动的。好勤劳啊，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勤劳一下？怎么勤劳一下？厉害，王总。好香啊。哇，你已经把手烤上了。完了。哇，搞的那种锅贴。它到底是会还是不会？这火太大了。没事儿。这个才展现真正的功力啊！看来刚才王总是不小心失误了。他会，我会先上。可以切一下。可以。走，谢谢。过年了，过年了。
那我们房间里面又来了，小猴跟猴哥。我很喜欢，就是小猴进来的那种感染力啊，就会觉得很舒服。你会很喜欢那种特别爱笑的人吗？好像会耶，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寻找另外一半我们身上没有的东西。嗯嗯，所以他那个笑容感觉就是跟他在一起待久了都能被感染到，都能长寿。长寿就是因为很开心嘛。对，他连拿个杯子都可以很开心。而且你看他跟那个曾曾去互动，去一起去到那个小屋里面，就给他关里面他就走了。啊、哦、好可爱。猴哥就是进来了之后也很主动的在帮大家在忙活很多的事情，照顾这个照顾那个。另外一个是已经知道他是在读生，对，在北大上学，很厉害，优秀。嗯，这两个猴还不太一样。小猴他是白天鹅，就是很率性、比较随心所欲一点，然后很外向，因为他自己就很轻松。我觉得就是刚刚两个小羊他们看到猴姐姐的时候、就看起来更开心点，更放得开一点。嗯，因为觉得就是自己主动了，然后回应回来了，有好的这个交互互动就会起来，就是给人自在的感觉。对，其实他们会感染到旁边的人，也不要说在这个环境绷得那么紧。怎么说呀？选位置坐了吗？其实男生的这个选择就很重要了，因为三个女生都已经坐好了嘛。一直以来选位置就是很精彩，就不坐 C 位就好了。对。哇，这个太难了。真真已经放了水杯在侯姐对面。哦。先占地盘了。过呀，随便做饭吧。我哥镇守边疆。哎，我镇守边疆。刚才他们两个好像在抢这个位置。对，但是因为他先占了地盘了呀。姓侯的都给你们镇守边疆。看他那眼神，一直看侯子。太敬礼，好可爱。曾曾不知道咋办了，尴尬了一下。我这杯子怎么有油？你俩谁饿？要不要坐这儿吃？哎啊！没事。其实我没有很饿。你饿吗？这时候换会不会很尴尬？你坐这儿来。猴哥咋办啊？一定要坐对面吗？